那么在1009台湾出现正式确诊病例之后，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呢，虽然不用恐慌，不过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个人卫生这一定要努力的来做注意哦。我们有了 SARS 有 H1N1 的经验，其实说到这叫你赶快要勤洗手，保持空气的流通啊，哈，出现发烧咳嗽症状赶快去找医生，包括呢这个禽鸟的跟分泌物不要去接触，还有呢不要到那个这个会生宰禽鸟的一个地方去哦。相信这些提醒呢大家应该通通不陌生，所以在这也不用紧张啊。东西能不能吃，当然可以吃，但是一定要煮熟，问题就不大了。那么现在如果你曾经到过疫区或是跟患者有过接触的话呢，当然呢有发烧症状要立刻就去看医生，这问题就不大。所以现在看来，相关我们的防疫规则还防疫的层级还要再提升吗？ 要记住1922这个电话、好，疾管局的专线电话1922，任何的疑问或是这个担忧呢赶快打电话去哦。因为今天的民进党有立委认为说要提高到国安层级，要开国安会议啦，需要这么紧张吗？还是真的应该要警戒一下好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可开可不开，是就是说不用开，不用开，没有还没有到需要开的必要。其实现在台湾老实讲，就是台湾专业的就是说公卫的这个防疫体系其实已经很完整了。但是你开国安层级，如果你要开，大家就用就是棒槌安高心啦，就是让大家觉得哦，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不用紧张？这会引起社会的恐慌，就是开了反而过犹不及。是，专案的时候也有人说要开国安会议，对，那时候。人家说怎么样？这个总统就说不要啊、哦。是，嗯，那说那这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说的，那是杨志良说啊，因为那时候组长是杨志良啊。SARS 的时候要，对 ，SARS 的时候因为你要全部动员，要这个戴口罩，大家不要再去看这所有的东西都要把社会很多的活动都要停摆。我们 H1N1 的时候，我们认为社会的活动、经济的活动必须要停摆，因为你的国安层次你。那不得了，会不会太吓人了？我不认为。而且我们台湾是全球第一例的那个外。